国士尼的宝贝女 Kylie 话咁快就6岁啦，虽然佢人仔细细，但系就已经多才多艺，加埋个靓样，简直尽得妈咪美貌与智慧并重嘅真传啦！究竟佢有咩才艺咁叻 ？Show time！Cooking 妈妈，Keep going, Cooking 妈妈。Kylie 平时充满表演欲，私底下同妈咪都有好多爆笑嘅交流。我哋一起听下 Sonia 点讲啦。佢属于佢好执着嘅系，即系佢觉得啱嘅嘢咧，佢就你佢就会觉得啱噶啦。即系譬如话呢个字系咁写嘅。即明明不是这样写，他说是这样写的这个字妈咪，跟着我说不是这样写的， 我查给你看，即是以前小时候他是不信我的，那我要查给你看，在电脑上网，你看看这个字是这样写的，他说不是啊，我老师不是这样写的，我老师不是这样教我的，这样是咯。那我说你回去问老师吧，我发觉我比多少爱他呢， 他都会几爱，有几爱我咯，即我觉得是相对的，因为我他每晚睡觉呢，即由 BB 开始呢，我都会帮他按摩的，即我觉得是一种亲子活动啦，这种即亲子的感受啦，即按摩令到他舒服睡觉这样。其实咦，原来呢当我腰骨痛的时候呢，他会帮我按翻的喔，是啊，即他会譬如我不舒服，我说妈咪不舒服我要休息啊，他又会妈咪我帮你按摩啊，跟住又落油帮我捽啊，跟住就会出去斟杯暖水啊，喂我食药啊嗰啲咯，系啊，即系都即刻有病都变冇病嗰啲。我希望你健健康康咁长大啦，跟住做你自己想做嘅嘢，早啲知道你想点啦，系啦，即系要知道自己嘅目标咯，同埋唔好咁心散啦，学咗个嘢唔好当识咗之后唔好抛诸脑后啦，吓，即系学咗嘅嘢就要喺我个脑里边噶啦，唔好唔记得啦，知唔知？奶粉五花八门，好多妈妈都不知道怎么选好。其实比起普通奶粉，有机婴儿奶粉对生产要求更加严格，好像 HIP 那样，不含防腐剂、无激素，也都没有有害成分， BB 食用起来就更加安全了。